大家好，我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正生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家回到这个talk 节目来跟大家谈一下这一两个星期，说老实话，在东南亚其实是我们看到国际政治的一个焦点先是在这个柬埔寨这个所谓的东协的会议，然后但是呢，它是加急就是让一些它可以邀的一些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包括美国的美国、日本、中国都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在这个东协的会议当中我们看到大陆并不是习近平亲自出席这个高峰会，事实上他们是由李克强来出席，这也是一个惯例就大陆有些地方会分工。举例来说，我们看到他过去在跟日本韩国有个东北亚他们这三个国家的一个峰会，那韩国是总统出席日本是首相，那大陆是总理。那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李明博当总统，然后大陆是温家宝当总理那日本就一直在换不同的首相。那个现在有一阵子中断了，那现在看起来疫情完后未来有可能会继续恢复所以就是有这种各种不同的分工啦，所以大陆在东协这个峰会的时候，他是派李克强去的，但是在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东协峰会，拜登是亲自出席的那可是拜登出席完了之后，就到了我们讲的 G20 那这个 G20 刚好是在印尼在巴厘岛。那我们先提一下就是印尼巴厘岛这个 G20，大家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有 G20？G20 其实就是 G7，或者后来是 G8，又回到 G7 大家大概知道，就是原来的世界七大工业国，就是美国、英国、法国然后再加上日本、意大利、加拿大这些国，德国这七大工业国，就是美欧的六个国家加日本那他们从70年代开始，先是有财长的会议，然后慢慢变成一个高峰会。那之后呢，当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慢慢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的时候，那个时候俄罗斯也是这个 G7 加上的一个成员，所以就变成 G8。G8 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因为这个俄罗斯入侵这个克里米亚，所以它被排除在外，所以现在又变成 G7。可是，在这个之这这个这个时候，刚好大家也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说，你这个是 G7，都是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那加上日本，所以应该要把国际秩序里头有些新兴的经济体大国要把它放进去，不管他们是不是非常的民主或者自由，或者说我们有说有市场经济的这样情况，所以后来就从 G7 就变成了一个 G20。那加上哪些国家？当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一定要加上去然后再加上印度这样的一个新兴的国家，亚太地区还加了韩国、加了印尼，然后在中东地区我们看到加了这个沙地跟土耳其，那非洲加了南非，在这个南美洲有巴西跟这个阿根廷，然后又加上了墨西哥所以这样看起来差不多都加进去了那还有一个就19个成员，再加上欧盟，所以就变成20个成员国。但这个 G20 也固定会有一些邀请来的国家领导人一起来参与这个峰会，所以像西班牙已经是固定的了就是叫做永久性的这个客人就一定会被邀请来参加。那另外呢，有一些非洲国家，因为它需要援助那有的时候会被邀请，像今年就是塞内加尔代表非洲国家，除了南非之外，他还邀了一个塞内加尔南非是会员，塞内加尔是客人那另外像今年因为是在东南亚办，我们看到这个印尼就刻意邀请
李显龙啊来参与。那事实上还有像 UAE 啊，像这个啊阿联酋这个国家也是啊，这个今年被邀请参与的。所以就是可以由主办国来决定啊，到底怎么样来啊邀请他们的与会的这些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今年很重要，譬如泽连斯基，大家觉得说，哎，是不是应该也要他来啊？那这个是我想就是啊，随着这个局势的变，国际局势的变化，会有不同的这个与会者啊。但是基本上，这个19个国家加欧盟加上一个啊永远的客人啊，这个西班牙，那大概这些是一定的。其他的就是看看发展的情况怎么样。那这样的一个峰会呢，一开头是每半年有一次啊，那后来就是也是碰到 COVID， 也转到线上一阵子。那这一次刚好在印尼来主办的时候，那我们都觉得说，不管怎么样 ，COVID 虽然还是有在啊，但是毕竟这个疫情已经减缓很多，所以这个实体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就会有很多的领导人来参加。那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峰会上面，除了这个大家共同要讨论的议题，譬如说像 G20， 当然要讨论最严重的就是现在的通货膨胀嘛，能源的危机啊，包括气候变迁的议题，也不免会一定会谈到乌克兰，会讨论到粮食，各种这种各国关心的议题啊。但是啊，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G20 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很多这些我刚刚讲的议题，那你就干脆让你的外交部长，让你的财政部长啊，像这一次看到叶伦有去嘛，所以就让你的这些财政部长他们去谈啊。但是呢啊，真正峰会的时候，他们就是有看到这些国家这些几个那么多国家的领导人，既然到了这个巴厘岛，那他们就会把安排一些时间啊，英文叫 side meeting， 就在旁边两个领导人有一个单独的几十分钟的或一个钟头左右的一个交换，一个见面，拉近一下感情。那这一次大家会特别注意的就是拜登跟习近平这个见面啊，那这个见面大概有三个半钟头啊，以拜登的年纪这么大，居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跟中国谈。第一个跟习近平谈，当然第一个就是因为啊，他们双方过去有4次的线上的这个视讯的会议啊，但是还没有，就是说两个人，拜登当上总统之后，两个人还没有见过面。过去两个人是副总统跟副国家主席的时候，倒是还蛮见了很多次啊。但这个是两个人以双方国家领导人的机会来见面啊，这个是第一次，所以看起来有很多的话要讲，那也有很多重要的议题。毕竟美中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和缓啊，那需要那双方他们谈到的要设下更多的护栏啊，避免意外，避免节外生枝，所以这个是他们必要一定要见面的这个时刻。那拜登我们一开头会认为说他到巴厘岛开会，如果说今天他是啊在美国的其中选举啊，特别是啊我们大家看到参议院有可能会输掉，众议院会输很多，但是最终的结果啊是相反的啊，就是参议院保住了，众议院大概只有就是最后的席次的差距，可能就是两党对调都还在个位数啊，就是两党的席次差距在个位数，所以非常的接近啊。那拜登这样子可能看起来就能够比较到了巴厘岛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能够平起平坐，比较有底气一点。那看到他开会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哇，有一句话真的是啊，很非常的应验了。我们常常讲描写政治啊，就是政治真的是啊，这个人的一个春药啊，让他看起来感觉上啊，精神非常的爽快，就是能够比较侃侃而谈一些。那他们两个人的见面是这一次的，好像看起来是比较我们在台湾会去关注，因为毕竟美国跟中国讨论台湾的议题，对我们的安全比较有一些冲击，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会去关注。但同样的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也趁这个机会啊，跟习近平有一个一对一的在旁边的 side meeting 啊，包括啊韩国的总统啊尹锡悦，包括这个澳洲的 Albanese 啊，然后包括我们看到法国的总统马克宏，还有加拿大的这个啊总理啊杜鲁道。那这一些的都是看起来很重要，但是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拜登啊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领袖，
你可以跟习近平见面，那我们这些跟你的盟友啊，过去你在一起跟你一起抗中的啊，这些盟友，我们也希望能够跟中国要搞清楚我们关系究竟是什么。毕竟啊，前一阵子的关系都不好哈、啊。那可是现在看起来，习近平就是他们必须要打交道的对象啊。那这个对象呢，可能就是啊，未来五年到十年都是他。那不管你喜不喜欢习近平，你都得跟他打交道，所以他们也急着解决一些问题。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啊，德国总理肖兹在这个 G20 会议之前，他就先到了大陆去访问了，所以看起来是有一些啊和解的这个关系啊和缓的一个迹象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在这个 G20 的 meeting 上面台湾非常关注的部分。那另外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啊马上接着 G20 之后就有所谓的 APEC meeting 啊。那 APEC 啊，我们常常开玩笑都是一个大巨头嘛，巨头的会议，所以 APEC 啊，有人说好像没成就什么事情嘛啊，感觉上就是一个啊大家聚在一起喝咖啡的一个啊一个场合，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个 APEC 啊，那个英文的意义是 a perfect excuse for coffee 啊，就是你找到一个喝咖啡最好的一个理由。那事实上，当然 APEC 啊成立了也很久了啊，从1989年开始到现在也超过了30年了。那它会员国一开头的时候啊，其实是以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东协为主啊，这个东协当时还只有6个国家啊，所以是东协的6个国家。加上美国、加拿大，再加上澳洲、纽西兰，这样子10个国家啊，所以一开头的时候只有这些。那我们很希望能够加入啊，但是呢，就是啊，大陆也想加入。那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当时后来要加入 WTO 一样，就是你能不能同时加入啊？我们知道国际组织通常大陆就是有排他性嘛，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就是大陆如果进去了，我们可能就被迫要出来，像联合国啊这样的国际组织，或者他一些周边组织。那这个情况之下，刚好1991年的时候啊，这个举办的国家是韩国。那韩国那时候啊，愿意帮助我们，就是让大陆、台湾、香港同时进入啊。那大陆那个时候刚好91年的时候，其实它的国际地位是有一点点啊令人质疑的啊，因为它刚走出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一个阴影啊，所以它也大概啊没有这么强势啊，它希望能够修补在跟国际社会的关系，所以我们台湾就是在那个情况之下进了这个APEC 啊，当时一开头也是部长级的会议啊，所以并没有所谓的高峰会。但是呢，到了1993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高峰会。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啊，我永远记得啊，就是很多反全球化的人士在西雅图抗争啊。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些高峰会，包括像 G7 啊，他们都会有一些反全球化的人，因为觉得你们这些世界领导人聚在一起没什么好意，好不心不这个心怀不这个啊不是好意啊，就是要主宰这个世界啊，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反全球化的抗争。那是1993年在西雅图，那之前都是部长级会议。那我们开头的时候进入这个这个峰会是1991年，我讲了。那在这个同时啊，1993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原来的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东协6国加上美加纽澳10国，加了3个华人的就变成13个国家。然后在1993年，墨西哥跟这个新几内亚啊，这个巴布亚啊，纽几内亚这个国家加入，所以变15个啊。然后呢，后来又加上了我们看到啊，智利啊，加上秘鲁，加上俄罗斯，加上越南啊，所以就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就变成了21个国家了。那这21个国家，大家都觉得好可怕，因为你说是 APEC 嘛，结果是从俄罗斯啊，经过往北看，经过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然后往南到了秘鲁，然后到了智利，再从南半球这边过了啊，这个南太平洋，然后到了澳洲、纽西兰，再绕回来啊，这么一大圈，那看起来真的是
你说我们讲国际组织欧盟，大家非常接近，很接近啊，东协国家非常接近啊，那拉丁美洲国家，譬如说他们的啊，或者非洲，都是在一个同一个地理区块里头。那 APEC 是一个最奇怪的，它是环着太平洋啊，结果呢，太平洋当中的一些群岛啊，这十几个国家小岛的国家都不是 APEC 的成员啊，所以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部分。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说他们啊，就是在举办这个会议的时候啊，大部分都是轮着啊，一看到现在也是轮着了，但是当时一开头是有一个规律，就是我在东协的国家办一次，然后我就在啊这个我们讲说在不是东协的国家，比如说刚前面提的美澳啊，美国、澳洲、纽西兰、加拿大，哦，刚刚忘了提，还有日本、韩国啊，所以一开头是就是六加六啊，是十二个。那这个十二个国家就是轮嘛，刚好六跟六，所以就是各轮一次。然后后来中国大陆进来了，后来就是变得比较不是那么就是一定是美澳，还有一个还有拉美洲、拉丁美洲、秘鲁跟智利嘛。然后还有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巴布亚纽几内亚，所以还有越南啊，也加入东协，所以越来越多啊，不是东协十国都在里头啊。我们想一下，这个柬埔寨跟辽国还有缅甸，他们三个经济体啊，毕竟比较封闭，所以并没有在这个 APEC 的里头啊。那这些国家大家都轮流主办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开头啊派的是我们的。一开头是派我们当时的经建会主委啊，就是萧万长，在1993年是第一次参加，然后到了1995年，他连续参加两届之后，到了1995年啊，我们曾经请辜政府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海基会的这个董事长，那好像感觉上他去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会比较稍微有一些对话的机会啊，所以1995到1997啊这三年是他去的啊，然后呢1998、1999又回到这个经建会的主委啊江炳坤，那江炳坤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啊，在啊开这个会议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啊，就是说。这个其实1993年他也那个时候是经济部长啊，他也有去参加，他讲了一句就是说台湾跟大陆啊，虽然说大陆坚持一个中国，他说可是现阶段啊是两个中国，然后走向一个中国，那引起对岸也很多的争议啊，那被认为说他在反映后来特别1992年讲话，会让他觉得说他在反映一个李登辉的两国论啊，那无论如何。一开头就是我们看到两个都是经建会的主委加上辜政府，这个前面一段时间台湾的代表是这些啊。那可是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派过一次啊，他是唯一的一次，就是彭淮南啊，就是我们当时的中央银行的总裁啊，他也去过一次。完了之后，2001年这个很有意思啊，中国大陆已经进去了这个 APEC 了。那到了 APEC 里头，他主办了一个在这个上海举办了一次。那个时候其实陈水扁刚上台，那他就想说为了提高我们这个地位啊，这个应该是高峰会都是各国元首嘛，但是大家都有一个默契，就是台湾不能派我们的元首去参加，我们会收到一封主办国的邀请信。然后我们会很礼貌的说对不起啊，我们没办法参加，我另外派一个我官方的代表来。那一次呢，陈水扁想派李元簇啊，就是前副总统啊，就是在李登辉时代担任副总统的李元簇。结果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在上海举办的时候啊，大陆方面一直不肯同意啊，没有愿意同意，到最后我们就是没有参加峰会，但是我们的部长级还是有去参加啊。那个是那一次我们想做一点突破，但是大陆对民进党不太信任啊，虽然派的是国民党的副总统，但是并没有接受啊。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想要突破。
那个突破没有过之后呢，后来连续三年我们派的是陈水扁去找了李远哲去啊。那李远哲去，我们也看到他好像都跟对岸的领导人跟胡锦涛没有见到什么面啊，没办法，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看到记者的报道啊，之前呢，他们大部分都是说，哎，两个可能有一些碰到面啊，点个头或者什么，这都是我们在台湾当时新闻报道的重点啊，就觉得说双方的领导人会不会意外相见啊，然后哎住在同一个旅馆啊，会不会中间休息时间啊，有一些机会打个招呼。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我们台湾很在意，就是哎，我们有没有机会跟美国的领导人，美国的总统也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跟其他的有些寒暄。毕竟你这21个国家的领导人在那里，总是有机会私下会有一些讲话吧。我想大概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观察的重点很多是在这一方面。那到了2004年啊，2005年，我们曾经在韩国举办的时候，我们曾经派了我们当时前任的经济部长，后来是行政院的副院长的这个林信义啊去了一次。然后之后呢陈水扁也找过，第一次找了，我们看到最近都是他去的，就是这个张忠谋啊，在2006年在越南办的时候，我们是派了张忠谋去，然后完了第二年又试着换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是这个师啊，这个在这个宏基电的啊，他也去了一次。那所以看起来就是说陈水扁比较有一些变化啊，那会找一些不同的人，但是没有找没有由官员就地生啊。像当年在李登辉时代，就是两次都是经建会的主委，就是直接代表当做总统的这个代表啊。那到了这个2008年，这个选举结束啊，这个我们发生了政党轮替之后，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就是马英九，因为在当年暑假，其实我们就已经恢复了两会的这个谈判啊，然后关系改善很多，所以到了 APEC 峰会的时候，就请了前任的副总统啊，连战代表这个马总统去参加 APEC 啊。那连战去啊，一次就去了，连续去了5年啊。然后他在马英九结束任期就是第二个任期之后，当这个萧万长变成前任的副总统的时候，萧万长又去了3次。所以我们看到马英九就是，他的 APEC 代表非常简单，就是两位前任的副总统都去了啊。那然后再看的就是说这个蔡英文刚上来的时候，他找了谁呢？他找的是宋楚瑜，去过2次。然后完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张忠谋啊，张忠谋去从2018年到现在第5次了，所以他可能比连战加起来还多一次，因为李登辉时代他也去过一次，可他实际与会的只有3次啊，因为有一次像智利在2019年啊，他因为刚好碰到 COVID 那个时候其实他是国内的问题了，还没到 COVID， 他就因为没办法，所以他就取消了那一年。然后2020、2021啊，都是线上会议，所以张忠谋这次是第3次实际参与会议。那我要特别提一下这个宋楚瑜啊，因为宋楚瑜他在2016年啊，就蔡总统当选以后上来之后，他去其实是有些合适，而且他也见过习近平，他们打招呼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可是当时啊，他们在那个会议上面也并没有一个一对一的座谈，那所以大家也觉得说好像民进党执政对岸在这一方面就没有进行。可是我们回头看啊，如果看连战的时代啊，他在2008年开始去，然后他每一次几乎都有机会啊，跟很多的领导人见面，特别是对岸的，跟胡锦涛他们可以有一个会外会，可以坐下来谈一些，比如说他有曾经谈过像比如说 ECFA 的议题也好，或者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议题啊，甚至就谈双方也谈到共同参加这个 APEC 的这个自由贸易的这个区啊，就是我们叫 Free Trade Area of Asia Pacific 啊，就亚太地区的。所以看起来连战这个身份的地位，而且他过去跟那个在2005年他出访大陆之后，他好像是有这样跟对岸值得是一个被信任的对象啊，所以他可以去啊。
那然后我们也看到，然后萧万长接着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是在马英九时代有前任的副总统去，那我们就去想一下啊，如果蔡英文上台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可以循这个模式，请前任的副总统？最简单的，就第一个应该是找吕秀莲嘛。可是看起来啊，他跟吕秀莲是有些情结的。那我当时我记得啊，有这个机会有一方面啊参与一些讨论的时候，我最强力推荐吕秀莲。为什么？因为吕秀莲不仅是啊语言比较好啊，然后呢再加上他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国际观、国际参与国际的这个知名度都够啊。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他自己有一个太平洋民主联盟啊，他有很多的机会。跟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啊，可能是 NGO， 但是至少是常常有参与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认为他如果去参加 APEC， 应该是可以比较发挥的。可是我不知道我们总统为什么比较，可能我认为是他比较小气一些啊，或者他跟他两个人 Kimochi 不对啊，就没有找这个吕秀莲是蛮可惜的。因为你已经延续了连战，然后萧万长啊，两位都是前任副总统，那你并没有想要。做任何我们说就像台两岸之间关系我们常常讲的说美国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找的是现任的副总统那当然不可能可是我们找的是前任副总统而且马英九找了两次了那这一次接着找吕秀莲说不定对岸也比较不容易说哎好不行因为你已经有这个潜力在先嘛那这两次没有找吕秀莲我都觉得很可惜啊那现在当然找张忠谋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对啊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去过好几次啊在陈水扁时代就去过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台湾的半导体现在越来越重要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觉得说他去啊可能是啊在国际这些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会很想要跟台湾谈特别这一次啊经过俄乌战争之后我们看到有很多半导体相关的啊这个问题，大家会特别是晶片啊的这个在国际晶片的问题。那当然，他现在已经退出台，就是从台积电算是已经退休了。那不是实际在参与，但毕竟他讲的话还是有分量的。所以我相信找他出去代表台湾啊，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讲的，他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啊我们的这个护国神山嘛。那如果从找护国神山的这个创办人啊，这去那里，那总是会受到国际社会比较注重一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对 APEC 的这个报道上面，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啊。就是第一个啊，当年我们是这么想要知道，我们去 APEC 的代表可不可以跟国际的人士有一些互动啊？结果最后都比较有限啊。说老实话，那个时候只是说，哎，擦身而过啊，两个人眼光交接啊，就是这样子，也可以写一些报道出来。可是到了马英九时代的时候，哎，连战的这个算是很大的突破了。然后甚至他在这个俄罗斯在海参崴办的那一次，因为是2012年啊，刚好是那个谁啊，奥巴马要竞选连任那个时间，所以奥巴马是没有去啊。虽然是总统，他没有去，但他派了这个希拉蕊国务卿去啊，因为希拉蕊准备要下台，不做国务卿了。那这个时候，连战去还跟希拉蕊有一个机会有高峰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当时哈，可能把它看作好像觉得说，哎，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模式啊。然后萧万长也是会跟习近平见面啊。那可是到之后，当然也碰到 COVID， 我们也可以说是和 COVID 有关。但是起码在前两年宋楚瑜的时候，哎，就没有这种一对一的，可能见了面打招呼是有啊。所以就感觉上，两岸如果我们关系好的时候，其实 APEC 是一个蛮重要的场合啊。我们就回头想一下啊，刚提了这三个会议啊，加上除了东协的之外，现在以后我们看到会有东协加5嘛，啊，就是加了，就所谓的 RCEP 啊，这个一个区域的经济组织里头有什么？有除了东协十国之外，还有中国大陆，还有日本、韩国、纽西兰跟澳洲啊。那我们也不在这一个
block 里头，不在这个区域的组织里头。然后我们再去想一下，就是当时啊，在这个新加坡跟汶莱跟这个智利啊，他们弄出来的一个这个叫做TPP 啊，一从他们几个四个国家开始，然后弄成一个 TPP 之后，然后美国也在里头，结果川普退出，我们一直要加入啊，美国要承诺帮我们加入，结果川普自己退出之后，那日本接下来就变成了 CPTPP。那 CPTPP 其实在安倍当日本政府领导人的时候，哎，是很有机会把台湾带进去，哎，看起来到最后也没有啊。那现在就有比较麻烦的是什么？这个 CPTPP 现在有11个成员，那他们必须要，他们有在还在接受啊申请啊，所以大陆也在申请了。结果我们看到是什么？大陆提出申请以后，大家就说：“哎，那台湾呢？”哦，王美华才说：“哎，我们也有提出申请。现在就是那我要问了，大陆没有申请之前，请问我们为什么都没有提？”哦，那我们都没有准备好，等到大陆一申请了，我们才有反应。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对政府最不满意的地方。常常讲说国际组织、国际什么都好像排斥台湾，都是因为中国因素啊，就是什么东西都怪罪到北京。但是当你他们北京还没有动作的时候，而且日本的这个领导人算是最有对台湾最友善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动作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必须常常检讨的，就是你有没有在做事嘛？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结果我们也没有在这个 CPTPP 里头。我不知道这一次，假使中国大陆申请，我们也申请，能够像30多年前韩国举行的 APEC 的时候，把两个同时带进去吗？我觉得这个机会不容易了。现在可能就是你大陆要进去啊，台湾就不能进去。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就是我们所在所有的啊这个区域的经济合作组织里头都没有我们啊，那 G20 我们也没有。我们过去看到我们这个亚洲四小龙的伙伴，哎，韩国竞争对象也好，伙伴也好，韩国都已经进了 G20。好，不要讲韩国了，印尼啊，我过去我们认为是比我们落后一阶的，他也在 G20 里头。那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能不能再参与一个国际组织？好，我们现在想说，希望大概就是可以看起来，美国跟台湾跟韩国，日本想搞一个这个晶片联盟，我们可能可以在这个里头。可看起来这个好像是对我们比较不利的啊，并不是对我们真的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被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对岸当然是有打压。但是，当两岸关系好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有一些啊这个参与，包括像在 APEC 里头啊，成绩是比较高的。哎，可是当我们现在回头去想的时候，又觉得说好像大家都忘记了那一段时间啊，我们的这个总统的特使到 APEC 的时候，是可以跟美国的总统跟这个大陆的领导人还可以有一对一的谈话。那现在呢？现在大家还在看 Maurice Zhang 会不会有这个机会啊？那对岸现在也状况也不一样，就是说习近平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次是不会跟张忠谋见面。他们甚至讲说，啊，他跟他连旅馆都不同一个啊，所以要在这个偶然相遇的这种机会都不是很大。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在 APEC 又在搞一堆双边的会议，就还有很多人想跟他。要有一些会谈，包括日本的这个首相岸田文雄啊，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我就在想说，我们今天参与这些国际组织，我们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好，如果说我们今天要的是那个，譬如说比较光鲜亮丽，哎，领导人见面，哎，大家好像也就想一想。什么的情况才能够见？哎，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啊，可能跟对岸关系有一些和解的时候，就有我们的前任的副总统可以有这样的机会。那如果说是民进党执政啊，譬如说现在不承认九二共识情况之下，是非常的难的。那也无所谓，我们不要也没有关系嘛。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如果你要光鲜亮丽的，那你就强调光鲜亮丽；如果你不要光鲜亮丽，我们就强调实质啊。我们讲实质好了。实质的话，其实 APEC 我们要参加，应该是很积极的要去参加各种 APEC 啊，大大小小一年有100多场的会议啊。
从教育，从中小企业，从环境变迁，从司法打击，有各种的会议，我们由各个部门来分配啊。可是我也看到过啊，过去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自己不好好成立一个 APEC 的小组来处理这一方面，就委托一些学校说，哎，你来今年你来承办这个会议，然后你那有没有我们讲就是有没有固定的秘书处的每一个不同的来处理这些议题？如果我们真的那么认真要参与这个国际组织，是不是应该更深入的来做？结果不是，就把它委托给学校来办一个什么这个中小企业的啊，那个这些 APEC 的这些代表可能会来啊。那我们去想一下，我们在机场其实有的时候看得到有个 APEC 的通行道啊，就像你到欧洲的机场，比如你到欧洲最忙碌的阿姆斯特丹啊，我那个时候最羡慕的就是，如果我是欧盟的成员国，哇，那个通关的速度好快，就不是欧盟成员国这边排长队啊，特别在阿姆斯特丹，如果要转机，没有三个钟头，你真的会很担心啊，怕出不了啊，转不了啊。这个是就是你是成员国，那我们是 APEC 的成员国，我们在机场也有一个 APEC 的通道，那我们就好好把 APEC 的事情做好。那台湾当然有一些地方人家会想要学习的，比如说我们过去是中小企业很强，那现在可能一些高科技的东西，那他们也想多知道，那我们有没有政府有没有好好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发挥，然后我们的媒体对这样的一些开会，对各国不同的这些负责可能中小企业的高科技的，他们来这里台湾开会的，或者我们的人去不同的国家开会的话，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做多做一点报道，表示我们在参与？我看好像也没有，表示我们其实只在乎光鲜亮丽。那光鲜亮丽的，你现在既然在乎，你不跟对岸改善关系，那就很难突破啊。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当然是要参加 APEC， 是要推动所谓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推动区域的经济合作，那当然是希望能够达成一个我们讲的啊，这个整个的区自由贸易区的这个想法嘛。其实这个想法啊，从1960年代末期啊，日本的学者就提出来啊，就希望有一个太平洋的这个区域啊，这个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日本其实也有在做，我们民间也有一些组织在做，就一直到了20年之后，经过澳洲的总理啊，才把它付诸实现。但实现之后啊，毕竟这个大概所有的成员国差距很大，所以你今天要谈自由贸易区何其的难啊！自由贸易区，我们去想一下，就是你的经济大概要差不了太多吧，否则的话这样。即使有所谓的互补，可是好像比较先进的国家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啊，所以应该是经济稍微接近一些，大小也是一样啊，像欧洲的比较稍微接近一些，至少就是你法国跟德国、英国之间没有太大的差距，还有意大利啊，那其他国家虽然人口少，可是他们的收入高啊，也有就是有些类似之处，最重要是欧盟国家是非常接壤的，很近的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做的。那在 APEC 方面，我觉得就比较难一些。但是我们台湾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区域组织啊，我不算那种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这个 APEC 算是最重要，因为有高峰会嘛，有这样的一个峰会，有这么多的领导人会参与。那表示说，我们今天如果真正想要突破我们的国际困境，要参与国际组织啊，这个场合甚至还胜过啊。我们每年都想去的 WHO 啊，或者 WHA， 那所以 APEC 我们要花时间好好来努力，就是也帮忙推动我刚讲的这个 CPTPP 啊，在这个里头加入啊，为参与来做准备。你跟这些国家负责自由贸易的人见面多了，那你申请起来就容易一些啊，至少常常见面，常常有些啊，把我们台湾。啊，想要这个参与这个 CPTPP 的意愿表达也比较容易一些，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啊，希望能够参与 APEC， 还有整个的区域的经济整合，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 RCEP 也没有在里头啊，所以我们不要成为这个经济啊，所谓的区域整合的这个孤儿。那当然，区域整合，因为过去两年多啊，看到接近三年啊，因为有这个所谓的。COVID-19 的问题，好像大家的经济稍微彼此孤立了很多，现在慢慢恢复之后，
我觉得我们台湾要面对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RCEP 已经开始运作了，然后很多的这些他们的互动我们都没有在其中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积极的来希望能够改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比较不利的情形。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要积极来举办 APEC 会议还有它的活动，毕竟台湾常常不方便办国际会议，因为你很难找到这些这个譬如我先讲一个好了 ，APEC 的高峰会我们讲过，从这个1989年开始办澳洲开始，然后就第二年到新加坡，然后第三年回到一个非东协的国家，就到了韩国就是我们加入那一年，然后第四年到泰国然后又回到美国，然后再回到印尼，然后日本，就大概是这样模式。可它也不是每一次都，因为后来有很多国家加入嘛，所以这整个的传统就是 APEC 的RCEP member 一年，然后这个六个比较已开发的国家，日韩或者是美加或者澳纽在轮流前面十二年大概都是这样子就到2001年开始就第一次就开始就中国加入了。然后后来就比较状况改变了一些但是还是基本上就是亚洲国家跟其他国家轮流那我们也看到甚至秘鲁这样的一个国家都在这个从2008到2011这个16年9年之间他也办了两次所以就表示说他大家都可以轮流。那到现在目前为止连这个最穷的这个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亚牛几内亚，他也在2018年办了一次，那个张忠谋有去那这个完了之后，我们就去想一下，那为什么其他有两个会员国从来没办过一个就是台湾，一个就是香港事实上我有时候开玩笑，大家如果看过 APEC 的高峰会譬如在某一个地方，他们都会试着说，把当地请这些领导人穿上当地的特有的服装。所以到了什么印尼到泰国，他们有当地那种长衫给你那我记得在这个北京上一次的时候，那个大陆也给你一个改善式的毛装那大家穿起来其实都是经过设计的所以各有特色。然后在这个秘鲁办的时候也是穿了当地这个印第安人这种斗篷式的服装所以这很有特色。那我跟我学生问我说，为什么台湾没有？我说因为台湾还没有想出一个统一的大家可以接受的代表台湾的一个服装。其实不是其实是因为台湾跟香港在加入的时候大概默契，就是跟大陆那边达成的默契，就是我们不会举办，大陆也不会举办所以 APEC 的峰会我们是不会举办，但是那种小的会议我们是可以办的所以我刚刚提到积极举办 APEC 的会议跟活动那这些会议有很多，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经济妇女那个女权的议题，能源中小企业是我们台湾最强的嘛，包括农业的议题我们台湾也是很强。然后最近我想大家都很重视的数位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然后再加上什么灾害最近这个永续发展，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议题，我们是不是要好好争取来办？但是我们到底办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在意？这个就让我想到我大概跟以前可能不晓得有没有大家去跟这个线上这个的观众有分享过一个，就是我有一次跟这个美国的 AIT 的前任的这个处长在台湾的处长柏瑞光在他的官邸在这个吃饭聊天的时候，我说我说你要帮忙我们参与国际组织。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他说我们很努力在帮你们参与了一些国际组织，让你们有机会能够跟很多的国家对话有来往。他可能你们不是要这个，你们要那个是观光兼亮丽，你们要的是镜头。他说那就没有办法所以你看看我们到底，我们参与国际组织就是每次都是让世界看到台湾，我觉得这不够我觉得我们参与国际组织真要做点事情所以刚刚讲了举办 APEC 的会议跟参与这些不同的这种项目的活动，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而且 APEC 的这个秘书处在新加坡，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可以派我们的年轻的学者或者年轻的学生研究人员驻点来
来我们提供自己的，就是我们自己付钱，但是在那边提供做一个互动的一个场域啊，有更多跟其他在秘书学习更多啊，这是一个。那另外当然我们也要积极来向 APEC 来提一些计划啊，跟争取补助啊。那这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提出很多跨领域的研究的计划来申请它的补助啊，包括发展这个智慧农业啊。最近在台湾我们也看到这个桃园选举的时候，这个张善政的智慧农业啊被做了一些被批判的部分，然后还有用科技来防疫啊，这个另外当然就是促进中小企业啊能够继续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情况之下还能够生存成长啊，那有各种的这种啊不同的参与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推动的一些想法。我们如果有一些啊特别的看到啊，譬如说像现在 APEC 啊不 COVID-19 啊这个慢慢走向这个末期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想在这个药的方面啊，在这个疫苗方面、工位方面，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意见啊？虽然我们这一次我们自己的疫苗研发也不是很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在这一方面，过去在流感疫苗上面有投入啊。那我们能不能够跟其他的国家啊，在这一方面有合作？那还有啊，就是我们也需要啊，就是有更多哦，应该这样讲，说是啊，来参与啊，这个担任他们的工作小组或者是次级论坛的重要职务，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要有人。驻点当然是我们来支付，来负责这一方面的工作，等于是进去被选为哪一个啊层次的这个重要的职务，我们要去积极参与啊，然后这样子才会有影响力啊。我最后一个我想要提到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大家想一想 ，APEC 每年这么多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有负责的一两个，我觉得就能见度就很高。我们一定要好好努力来在这个基层来啊，这个努力啊，来奠定基础啊。那我自己看，我研究非洲比较多啊。那非洲里头很多的国家，那最后就是说，我们台湾可能看不起他们，可是他们因为参与国际组织，很多人在国际组织里头工作，所以他们的国际组织对于啊这个整个组织的运作。对于怎么样结盟，怎么样通过一些他们想要的议题，这是非常熟悉的啊。他们也很多人也在这个联合国的周边组织里头当干部，甚至做的很高职务的都有啊。所以我们台湾虽然在科技在经济发展上面远远超过大部分的非洲国家，但是我们在外交国际这一方组织方面其实是落后非洲的啊。那我们应该去想一想怎么样脚踏实地能够有所参与。好，回到这一点，我就要特别要提到，就是我们最严肃的问题。我们因为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所以我们的年轻人没有办法到联合国工作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联合国的周边组织可能也没有，因为啊，大陆把我们算作它的一部分。然后呢，如果你今天要到那边工作，你可能必须说我是大陆来自这个中国台湾的这个什么。那当然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这样，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啊。那可是有一些国际组织，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来有更多的参与？举例来讲啊，譬如说像这个 APEC， 我刚刚提到，我们可不可以有些年轻人有一些啊，去这个秘书处帮忙做一些，这我想说志工也好，或者说是啊这个 intern 啊这个实习生来开始慢慢了解他们的怎么样的运作啊。毕竟 APEC 虽然我们讲说是亚太地区、亚洲地区的，不就特别是在新加坡啊，那包括在 ASEAN 里头，大部分他们语言都不一样，可是大概全部都是用英语，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APEC 也是英语为主啊，那不管有日本、韩国或者俄罗斯，基本上大家就是用英语为主，不像欧盟啊，欧盟还要一定要会很多种语言，因为他们要尊重各个国家原来的语言，所以有各种不同的翻译。APEC ASEAN 也好 ，APEC 也好，大概都没有这一些，所以我们要有一些参与。那怎么样能够进去？就是如果今天大陆也没有任何理由来打压我们，本来像比如说 APEC， 我们本来就是会员国，那我们当然应该分配到一些可以投入的一些人力，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啊？那我自己做的努力就是在跟欧盟的成员互动当中，我会跟他们要求说，既然中国大陆不是欧盟的一部分，那欧盟如果有一些工作的实习的机会，我要不要分一些给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来参与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跟他们表达的。那另外当然我们看到美国也希望帮助台湾啊参与，就是在这个IMF 或者 World Bank 里头，也是希望我们的人能够进去那里工作啊，而不是因为现在大陆是那个里头的就是联合国周边组织，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是会员国，我们不是，我们的年轻人就失去机会啊。如果我们今天政府真正想要帮助我们啊，这个台湾走出去看得见，那我觉得是应该让年轻人能够有机会参与国际组织，而不是在乎今天是派了哪一个啊这个特使去参加这个 APEC 会议，然后到底跟这个习近平有没有互动啊？或者说这一次可能是跟贺锦丽到底有没有什么互动啊？那我们也看到，像大家这两天大概最兴奋的报道是什么？因为贺锦丽还没有到，所以当时这个接待的晚宴啊，我们看到张忠谋刚好是跟这个布林肯坐在一起，哇，这个在一个照片出来，台湾就很兴奋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对的啊。哦，我们需要有这些能见度，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比较，我讲的是实质的参与，就是你自己要多主办会议，争取办会议啊，而不是把一些办一到会议的时候丢给学校来办，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对的啊。就是我们应该要有更积极的态度来，你好不容易是这个是你少数的国际组织，那你是不是应该更积极的投入啊？这是一个，然后还要尽量找一些议题是我们台湾有优势的，让我们在参与的时候，哎，别的国家一定需要说找我们啊，而不会说把台湾排除在外。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重要。我们有一些，我们英文叫做 niche 啊，就中文叫利基。那我们的利基在哪里？在 APEC 里头啊，我们要把它展现出来。那当然，我刚刚提的，你如果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这些国际组织，我们未来才有希望。我大概20年前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最早一批曾经参与过联合国的或者国际组织的，包括国际农粮组织啊这些组织，这些公务人员啊，都已经退休了，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国际公务员啊。那很多国家，像大陆，他们大概很多的人都想要去做国际公务员，因为会分配有名额的。那有一些国家其实用不完啊。那我们的邦交国有一些小岛，太平洋岛国、加勒比海岛国，我们过去是透过他们带领我们去进入联合国大会去看，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够。他们能不能够，我们既然有双重国籍，可不可以让我们用他们的身份，然后在联合国或周边组织来工作，让我们的年轻人，特别是有理想、有抱负、有语言能力啊，有国际视野，但是苦于没有机会的年轻人，能够来参与这一方面的。那当然，看到他们这些高峰会里头啊，也多观察一些啊，能够在里头当实习也好，即使你在那个地方啊，能够看到一些东西，未来对台湾要走出一个比较国际的困境都是好的。否则，我们真的变成井底之蛙啊，就觉得说国际社会欠我们的，而不自己积极去开会。那我在这方面，我再还是要再提一下，有些时候机会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譬如说。2001年在南非啊举办了一个永续发展的高峰会啊，那很多的媒体都会去参加。那台湾，我当时是啊就是一个研究人员，但是我直接写信到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然后说我要来参加，我是一个媒体的这个特约撰述啊，就要去报名去参加。我就是在 email 上面报了名。结果我很惊讶，我到南非的时候，我就在他们的名单里头，一去他们就帮我把名字找一张照片名牌就印出来了，所以我就全程可以看。结果我们台湾确实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啊，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正式报名参与，不是联合国会议我们不能去，所以我们就等于是参与旁边的，就像台湾现在在 WHO 也是一样啊，都是旁边参与一下，然后呢没有进到正式的。那我也碰到台湾的媒体，他们觉得，哎，你怎么可以进去？我说我就报名就好了，
他说哦，他说你没被打压吗？我说没有啊，我说我一来他们就报个名字，这张照片我就进去看了。所以我们台湾是好像是被打压太久了，都觉得都不可能，没有错，有打压，但是你一定可以找到路的啊。所以我很希望政府要鼓励我们的年轻人要有更有创意的啊，来参与这些组织。那 APEC 就是我们现在有的组织，那如果你还不肯认真参与啊，连报道的时候只报道风花雪月的东西，而不报道实质的议题，我觉得这是很无聊的哦。希望我们的政府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更多的改善。那当然，我也希望看到我们的媒体是更多报道一些实质的议题，包括记者去啊，我们有很多媒体派了记者到 APEC 到曼谷去实际来看，但是不要只看啊这个。张忠谋夫人、哦、他们现在又可能去想到他的跟基金会啊什么的，张忠谋跟这个他们这些很多这些这一方面的议题，而是真正去想一下，我们参与这个，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有哪些议题会在台湾对台湾有利的，我们可以来帮忙共同啊，在 APEC 里头做出一些贡献，让别的国家以后想到哪些议题的时候一定要求说，哎，台湾一定要来参与，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好，我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大家知道我最近在下班之后呢，会化身小厨娘来帮我舒压一下。不过不要变成地狱厨娘，就靠一小罐就可以了。它是谁呢？它是澎湖福朋喜来登酒店推出的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小小一瓢啊，可是有大大的学问。当你在煮菜的时候，如果加过量重咸的话，这点烤皮不说呢，还会让你的夫妻之间有没有可能会失和。不止调味重要，当然你的里面的营养价值绝对不能少的。里头有很多像是呢，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里面有球蛋白，也是加分再加分。而另外呢，还有很多啊，刚刚讲的是鲍鱼，现在讲的是干贝，因为干贝的部分其实它是大多数我们听到的牛肉、鸡肉等肉类，它的蛋白质是超过3倍之多的，里面还有石斑，它可以帮你补充你的胶原蛋白，让你看起来真的是水当当。